这是现在上海最时髦的样子了，尺寸都是按照你寄来的，怎么样啊？啊？嗯，不错。单是大衣嘛，就有八件之多，我办事情总算不错吧？错是不错，不过你自己的大衣西装也做得不少啊。哎呀，我的好太太，我如果穿得太憋屈了，你的脸上也并不光彩呀。啊？哼，说的那么好听。 倒不如说你自己爱漂亮。哎呀，话不是这样说法呀。我们总算上等人了吧？上海这个地方，你衣服穿的稍微差一点，你就走不出大门呢。好了好了，别说这个了。来，坐下来。我要问你一句话，你可要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什么？你到上海来了之后。 没有胡搞吧？哎呀，这真是天晓得呀！我到这儿来了以后，你看看这些事情，每天忙得我焦头烂额。<笑>我可以发誓啊，谁要你老来这一套啊？哎呀，我上飞机的时候，重庆正在下大雨，你看弄得一塌糊涂，快叫他们去洗洗吧。 你鬼头鬼脑看什么？ 慢点，拿去洗洗它。昨天洗的衣服都烫好了，嗯，你好好的用水把它擦干净啊。好的。哎呀！ 真肉麻死了！现在他重庆的老婆也来了，看他们该怎么办哦。哼，恐怕要打破粗罐子了。哎呀，老实说啊，他们都是妖孽。哎。妈妈。啊。哎呀，孩子啊。 来，坐下来，坐下来。你看，刚才在那路口跟脚踏车撞倒了，撞倒了，现在还很疼吗？已经好一点了。不要紧了，已经干了。妈给你扎一扎啊。你以后要小心一点儿。你晓得，你弄伤了，妈心里多难过吗？ 我晓得，不要哭，不要哭啊！等爸爸回来了，你也就用不着再去卖报了。爸爸回来就好了。<笑>是啊，爸爸回来就好了。爸爸总要回来的，不要哭啊，乖。<笑> 彭董事长呢？彭董事长呢？
请这边坐吧，干爹，去那边坐吧。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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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请大家注意啊，请大家注意，我们庞董事长有言论要发表。哎，诸位兄弟，现在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小小的建议。今天是双十节，是我们的国庆日，也就是上海正式庆祝最后胜利的好日子。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我现在提议，我们大家应该为了庆祝最后的胜利干一杯啊，来干一杯啊。诸位，我提议为我们公司的劳苦功高而又年高德重的庞董事长浩公老先生干一杯。好，大家在场。诸位，我还有一个提议，我提议为我们的既聪明又贤惠、既漂亮而又好客的女主人何文燕小姐干一杯。好。诸位这样的赏脸，我真是太不敢当了。可是我也有一个提议，提议请大家为我的表妹跟我表妹夫他们夫妇俩这样的恩爱干一杯。好，他们两个真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啊。好的，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哎，这个，谢谢你，谢谢你。